Hello， 我做这一系列视频是为了做一个挑战，把我女朋友喂胖5000克。第一道菜就是一道非常简单的中国菜——口水鸡。买几个能量满满的鸡腿，放在锅里面烧熟，加一点生姜、大葱、料酒去腥味。接下来准备红油辣酱，切点大蒜，放入辣椒粉、干辣椒、盐和大蒜。接下来准备热油，加入花椒、桂皮，增加香味。然后倒入调料里，看看这热量就让人满足。烧熟的鸡肉放到冷水里面降温，可以让肉更有质感。盘里面加一点底料，几勺酱油和醋。把冷却的鸡肉撕成小条，放到盘子里面，和底料一起拌匀。之后浇上红油，把鸡肉和调料完全拌匀。放上一些绿色的小菜修饰，撒上一点白芝麻就搞定了。女朋友吃的超级香，我也忍不住吃了好多。